大概把它转切成计划性，他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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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它转切
一块一块的，等会没有放，等会没有放。请问你这一尾买多重？总量多重？ 这条那个番薯寮的，番薯寮的，哦。那黄老虎，那个我们那个老婆都。你说这尾是番薯寮的？今天早上还有。对啊，那个。有那我看他第二次。你看他第二次。有那拿个网子垫了。 要不然就还是这么低，要不然来广州。没关系。继续。你这来杀吧。没有。喂，我还是宝贝。你别打。 都要这么看上去。
哎呀，这边煮的来，来，这煮了。太内脏了。我们那个汤啊，我们那个海关部啊，海安的，海事安的，啊，海事安。他内脏已经挖掉过了吗？哎，没事。哎，你怎么装啊？拿来，怎么来装啊？肚子怎么空空的？没有啊，黄鱼尾鱼的肚子本来就很小，它的内脏很小。哦，都是肉这样子。对对对，它出肉率很高，主要就是那个头像比较大。这是鱼头。它这只算是有圆啊，但是黄鱼尾本身就脂肪率比较低。啊，跟黑尾鱼比。对，它是尾鱼里面脂肪率最低的。好的。哇，学习了，这就是公的，公的会比较好。你怎么看公的？哦，不要，我想说外面看得出来吗？好轻哦。八拉的路，哎，偷溜下来，多一点呢。好，啊对对，要三块 ，OK。哎呀，我们看嘞。这个有蛋，哦，蛋黄这里。刚才那个。谁玩这样啊？哎。啊。蛋回来了，蛋。用八八。啊。八。什么八的？二分。八块啊。八块。八块啊。对啊，八块出八块。八哪里知道是什么八就是了。红切八块。那你再出啊？对，要差的。切块的。做酱的。酱料。嗯。它内脏把它用起来了。来。这个这个袋子，这个。袋子哪里？哪里？在这边。我先去了，我先去了。
干净了啊，干净。剪掉了。你后面拿一下，还有十块，你煮后面。脸太瘦了。阿花，你等我，我去拿去。并起来，先把它并起来，掉下来，
慢的，这里有人。